我和毛毛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哦。因为调皮鬼凯文想过100次要转学，但是偶尔呢也觉得挺有趣的。因为毛毛是我的邻居，所以我特别的开心。从今天开始讲讲我和凯文的故事吧。我们是欢喜小邻居。不可思议了，这些居然都穿不上了，怎么办？完了完了，怎么办呀？凯莉，快乐一家。吃点什么好呢？我要吃冰的，然后再来一个沙冰怎么样？不了，我还是喝水吧。什么？我喝水。请给我一个冰巧克力。果然这个甜上加甜才是王道啊。太好吃了。好了。好吃吗？干嘛光说，你也吃啊。不了，我不吃。等等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快说。没有了，没事。快说了。其实我的衣服都穿不上了，我一量体重居然胖了3公斤。什么？3公斤？就是呀，怎么办呀？该怎么减掉这3公斤呀？就加油啊。那我先吃了。什么？一天只吃一个苹果来减肥？哇，这个人每天只吃地瓜，一个月竟瘦了7公斤。哇，不管了，怎么能吃这些来减肥啊？对了，要是不吃的话，是不是就……毛毛，干嘛？真是的，你想节食来减肥吗？当心会反弹的哦，减了3公斤后反而长了6公斤。这有什么关系？别饿着，尝尝。这是什么？为你准备减肥，特意准备的沙拉呀，多吃蔬菜才能健康啊，快吃吧。干嘛这么献殷勤？快尝尝。那好吧，既然你这么有诚意，我就不客气了。什么呀？喂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个怎么跑到这里去了？我去重新做。喂，什么重新做？别做了，别做了，快走开。下回放些什么呢？走开。凯文说的对，光是饿肚子不运动的话，有可能会反弹。好，我得运动。边跑几步就已经这么累了。什么味道？从哪里飘来的？那边。味道越来越近了。该来了呀。就是这个味道。是方便面。不过话说，方便面怎么会好端端的在外面？来，要不要吃上一口啊？Hello。你真是的，算了，你自己吃吧。还挺能忍的嘛。
哇，好香啊，我又开始吃了。啊啊啊，烫。为了减肥还是得运动呀，走楼梯吧。哦，出汗了，出汗了。为什么我家不在三楼？啊！哦，哇，赢了！啊，凯文，别玩游戏了。干嘛呀？再玩一局嘛！快点，快点！啊，我现在饿得受不了，一点力气也没有。什么？你还在减肥啊？还没有瘦下来那3公斤。现在看这个手柄都想到吃的东西。喂，像你这样不吃东西来减肥会出大事的。我也不知道了。哦，炸鸡、披萨饼、冰淇淋，好想吃啊。这是什么？汉堡包。哇，汉堡包。哦，汉堡包。怎么回事？喂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那么想吃吗？我在考验你的忍耐力啊。哦，玩游戏都玩得饿了，吃点美味的汉堡包吧，来吃一下。你太过分了。看里面的肉。哇。你要干嘛？凯文。太棒了，瘦了3公斤，耶！好合适呀，赶快向凯文显摆一下。怎么不接电话？啊，天哪！我这气毛毛，自己居然长了5公斤。